最强的足球队是德国队吗？八次进入了总决赛，赢了四次。我们进了六次，赢了四次。我们就是你们的噩梦。伊朗是目前是亚洲第一。你们在世界杯啊、国际比赛的表现是什么？跟中国比赛打中国很差。我那个年代你们没有赢过。漂亮。足球是什么？就是九十分的比赛。So boring。网球很 boring 啊。网球有配枪呀。啊，我认为中国是肯定会成为世界冠军。很大胆的一个假设。父母是很重要的。世界青年说本周四晚9:20，敬请期待。